杭州一年轻姑娘惊慌跑出厕所，快帮我看监控，有人偷拍。2020年7月10日上午11时30分许，一名身着某快递工作服的小伙从大厦八楼厕所出口出来，往楼梯处急匆匆走了。随后，一名年轻女子惊慌地跑出来，站在厕所出口四处张望了一会儿，也急急地走了。玲玲从厕所出来就直奔监控室，监控中清清楚楚看到她衣服上印有某某快递的字样。玲玲又立即赶到康桥派出所报了警，就看到那手迅速缩回。等她从厕所追出来的时候，已经看不到人了。接到报警后，办案民警立即展开线索侦查，迅速锁定嫌疑人小凡，并于7月14日上午在其就职单位将其抓获。经审问，嫌疑人对侵犯他人隐私、偷窥女性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。路过女厕所的时候瞟了一眼，发现女厕第一个隔间有阴影，猜想应该是有人在上厕所，一时好奇想偷看女人的下体，鬼使神差地拐了进去，然后蹲下来看不到，就想到了用手机偷拍。